苍穹。若不为是非恩仇，血染长空，谁不言侠义称雄？望断天涯，情仇爱恨一天争高下，风雨中潇洒。这些隐藏在魔物中的敌人颇为棘手，多谢鸿蒙至尊及时散开魔物，让我得以轻松击杀。啊，二位至尊与我亲如兄弟，不必如此客气。我收到二位至尊消息，便立即赶来始元神界，还好及时赶上了。对了，以往魔界的袭击都是从我鸿蒙神界的时空缝隙中来，为何此次却是在始元神界出现呢？小心！不是说过吗？我们是兄弟。二位至尊，我发现了一个很可疑的地方。他们此次从始元神界出现，
机会极好。但我们在此所击败的只是一些魔王和一名魔神，我怀疑我们中了大魔神的调虎离山之计。他们刑天至尊，你不闪不躲，我真是瞎了眼，看不出你们如此狼子野心。少废话，鸿蒙至尊，我现在就送你去死。他在万事后完全泯灭。吾以始源之名诅咒鸿蒙至尊万世轮回，世世灭门，直至神魂俱灭。我鸿蒙至尊以神魂起誓，终有一日我一定会重返仙界，以血复仇。剑南哥哥，人家等会儿就要结婚了，你把我叫过来干嘛呀？如燕呐，今天你这新娘的模样可真美，哥哥我实在是等不及了。剑南哥哥，你这么猴急，待会儿可要被人发现了。哎，怕什么？韩管家已经把毒酒准备好了，等你们拜天地时那么一进，韩家就是我们两家的了。到时候你和我